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现在我们来练习第三课。我可以借你的电脑吗？课文。Objectives: Make requests, express wishes and possibility, talk about things should or should not do, give advice. 孙小美回去中国两个星期了。今天从上海坐飞机到洛杉矶。李大山晚上要去机场接孙小美。从 from 到 to， 从上海坐飞机到洛杉矶。From 上海 ，ride a plane， 坐飞机到洛杉矶。去机场接孙小美，接 means to pick up。小美要从北京坐飞机到上海，再从上海坐飞机到洛杉矶，要坐12个小时的飞机。从到，从 from 到 to， 12个小时 12 hours。 李大山的朋友王子远也想去中国玩。李大山说他可以一边玩一边学中文。玩 means to visit, to have fun. 去中国玩 to visit China. 一边玩一边学中文，一边 means do things at the same time. 王子远也觉得，要是他能在上海玩两个星期，他的中文就会进步很多了。进步 means make progress. 他的中文就会进步很多了。